地啊，今天天气可不算太好。这个天气，鬼佬不，他们不能来了。他们不来，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好日子，咱们可以说来哈哈了。他们不来，省得他们打我们，是不是？当时你做妈妈做我鼻炎做我用的科技香啊，那我做我眼我骨你没摆的。哦，你考了吗？好一个一家集体了吧？那集体我做我姐没的骨啊，那边那眼光最看我了。那些好娘啊，听啊娘母熬了啊。为咩你考？不用，他就得有干啥的呀？也是有钱，女人谁谁都不会家就人家生娃。女子啊，没惊哦，我做肯定惊哦，我妈就一天妈了。做有就爱听了，
妈，你莫问我，我答应吧。你当怎么过，我当怎么，我当怎么，我怎么，我怎么怨我怎么啊？你当过怎么待，做哪了？你妈没应我。对对，一天两天了，但一天都不。真的了。一天都不要说了，阿里可以没办。你妈没应你，搞几没应给你搞。 在农村干出来，中完庄啊，中完老多老堆，看看出田麦田归耕，哎呀，你妈肯定种几所要要弄啊！你那辈子那几所会结麻烦？你姑娘我叫我姐，也得带我做你爸那嘛好些咯。我都叫我姐，别说你叫我姐，做个么？那大妹好麻烦。妹啊！ 再画一个地方吗？嗯。然后这是什么？嗯。这是什么？嗯。这是什么？爪子花。乌龟。乌龟。嗯。龟节快乐。龟节快乐。嗯。然后这里是蘑菇。这里在哪里呀？在上面。地下。金鱼在上面。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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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进你不记得，这样记得。不行，我现在该应我听见吗？好难听的。我同意了，我跟你，那就归你。呀，错没有，车也没有。我做错也用吼。不行，我蹲孬，就我再来带你过咯。你看都你妈那年。你妈那年，你姑娘你妈那年。老早我冇跟你讲阿金。哦，伊有讲过，我带了。有耶诺呀呐？啊，真的。那么顶都顶咯。你顶阿松顶啊？那么你在了些拢空了没晒咯？搞搞。阿来阿来。再见，妈咪再见，早安。我再见，再见，再见，妈咪走吧，妈咪亲呀，妈咪亲呀。嗯啊。妈咪，靠，英国听见听呀，走路咪了哈。妈咪只要今天都不对哈，要只出生人家有了那，有了那都算有哈。电话挂掉咪叫哈，电话挂掉那可能啊哈。明，你这心里都不得，反正我也没想做太多，反正我。我要弄什么做的？我八点呀，啊？Thank you.
什么？过来了，几位。到了，来来来，这边请。都过来。来呀，我们是接你们的，过来，别动，这边，往哪里去？这边。好了，正好，正好。我们是接你们的。好了，把东西放下来。嗯。放下。先说先。放下。干嘛呢？放下。放下。你，放下。怎么样？ 我们是接人的，你们现在接到地方了，打电话回家。该给钱了吧？快点！妈，但是他们要钱，马上就是你们钱要马上汇出来，然后我还可以走。我现在不可以说太多，因为他们是他们的电话。嗯，我出去再跟你讲哈。啊，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起来，不要害怕。 干什么？老实点，你们这样，老实点，这样干什么？走，放车那辆。走，听你的。这，哎，老实点，把那给我，把那给我。这是我。行了，这玩意儿留着。好了，好了，好了，老大。哎，跟我走，跟我走，小心一点。哎，跟我走，跟我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跟我走，是，走走，走啊！我自己走。是是，跟我走。跟我走。车在外边呢，啊，快点！哎，这边，这边，这边，你往那边走什么？钱已经交了，钱已经交了。是啊，走走走啊！不要。车在外边，你哭什么呀？快点啊！妈，快点走，那边走。 别哭了，走吧。你哭什么你？那边，那边。
走走走。说定了，二手棒，是吧？就住这儿。我告诉你啊，这上面厕所，知道吗？在这儿，洗手间厕所啊，往那边走。这儿呢，就住这里边。哎，你来了，哎，快点，快点，快点！你就住这儿，知道吗？快点起来了，那么磨蹭。你叫我二十五班就住这种地方吗？那你住哪儿？宫殿、白金汉宫啊？啊，我哪儿找去？我有事儿了，忙着累死了。你忙吧，啊，你们弄吧。嗯，这给你一个。从中国哪来啊？中国福建。嗯，我觉得。我姓李，你叫小李好了。叫什么？我叫爱情。有床单被罩没？
OK， 好了，今天是他主任。这位先生，我们的三明治了，这个三明治。哎，不够再煮。是啊。面包烫了，烫了啊。好了。阿静。啊。阿静，快！我给你找一个打工的，一个正工。打工的。对，你250磅。要250磅。对，你要要，你待会儿就给我送楼上来，不要就算了啊。纸而已啊，是就这张纸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儿。这人英国人根本就不管你脸什么样，不管你是谁，知道吗？这照脸这么圆，根本都不像我。这没事儿，你就拿着它，你就用，没事儿听我的，知道吗？名字也不一样。哎呀，真正日期也不是我的。我跟你说啊，这还是我便宜卖给你的呢，你知道吗？我花500块钱买的，我才卖你250。对不对？你要不是说做我女朋友，我能给你吗？行了，我看你不错，对不对？人挺好的。哎呀，你什么都不懂，你去等着我。哎，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是烟，我得给他们。鬼佬他们就吃这个，知道吗？我得拿这个给了他们，他才给你找好工作。我赚你什么钱？那不是贪污吗？贪污，哼，哪有不贪污的地儿啊？切，还得给他们钱。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出来！这都几点了都？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就这房子，挣了钱全能买得着，知道吗？便宜着呢，没多少钱。Yeah, it's the second time I went. We only got that weekend. We only got nothing at all. You know. You're telling me. No, no, maybe next week. She's my girlfriend. She got a baby now. She wants a job too.Then could you give me some easy job for her? Yes. We don't have a lot of jobs at the moment. We hav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Documents?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for food, and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her. Because is preparing meat to Sainsbury's supermarket.什么玩意儿？你们唱的，跟我唱！哎，别唱了，跟我唱。今日龙吟惊弓鸟。
on, I'll put your hair in. Five months. What a sweet animal. Oh, he's adorable. I like to see when she's only small because the smell is really nice. The milk smell. Yeah. Baby smell. That's horrible. Smell. Horrible. Pepper again. I bet you won't eat dog. Eat dog. I can't eat that now. I can't eat it. 星姐，别那么哭了。姐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难受。想你儿子了吗？是啊。
但是我就怕我给他不了他想要的东西，怎么会呢？我觉得你这份心就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我现在还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就怕他爸爸在哪里。他爸爸一天都没看。 Can we receive your payment? Yeah? Payment? Money? Your money? Yeah. I don't know. Is that you? No, this one. I think it might be that. Yeah, is it that one? That one? Is it here? Yea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Next, please. Yes, please. Hello. Hi. My name is Kua Lee. Is that you? Kua Lee. Yeah, that's mine. 怎么了？五折？这么少的？一百吧。交这么多税呢？ Thank you. Next, please. Excuse me. I think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money. No,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money. You're paying a 44% tax charge made up of an income tax and a national insurance and a small transport charge of £2 per shift to and from work. So your money is correct. I don't pay the tax. Sorry? I don't pay the tax. You don't pay the tax? Unfortunately, yeah. We have to pay tax as an agency. Yeah, it's too much tax. It's your first week with the agency, so unfortunatel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bear with me and have to pay this tax for the first week. The second week, your tax deductions will come down and your wages will be a lot better. I'm sorr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please. Goodbye. Next, please. 你瞎嚷嚷什么呀？我交那么多钱税？废话，你这……你这是什么人啊？你们都什么人？全是非法的，知道吗？假名假姓，是吗？ 这给你们找这份工资就不错了，知道吗？你以为这容易啊？啊！我告诉你，别老跟这捣乱，知道吗？是不是？要干就干，不干滚蛋。妈，我要跟比比讲话，会不会叫一下他？ 喂，比比仔，冲啊冲啊冲啊！你没听老师的话，妈没有带你去上学，你都要坚强，你知道吗？你干嘛跟同学吵架？ 你要记住，妈妈都在你身边，你知道吗？<笑>
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回家？老天爷，真的好辛苦，你没听到我讲话。 哎，星姐，怎么了？这地方没办法待下去。我一想到这里，我都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跟我孩子见面。可能之后他回去，他都不要我了。 没装，这啊！是我装吗？没错吗？你又这个，我打给他又这个。讨厌，这俩二童来了都不要咱们。喂，哎哎，亲爱的老妹儿，这孩子怎么样？来来来，挺好。看不看？ 叫你行。我这是一个星期。小李，秋姐，你这周没有钱了，下周给你行吗？什么？你在我收房租的时候说没有钱？前几天刚往家里邮了几百吧。 每次都是你的借口最多，下周肯定还你。下周是吧？下周可不是这个数了，下周就是双倍的钱，听清楚了吗？嗯，是 double。
你看你把这厨房弄得多脏啊！你给我把它弄干净点，听见了吗？这房租。 少啊！啊，这星期收了11个人。谁问行？小李。这55，咱俩的，知道吗？把这个剩的给萝卜去啊！听见没有？ 老板，Thank you. How many people have we got in the house, Chow? 12 people. Are you sure? 12. You know I want 15 in the house, don't you? Oh, really? Fantastic. We get 15, yeah? And we will have more payment coming. More payment. <音>这傻逼鬼佬这操呀，什么玩意儿？这德行啊！操你大爷的，这跟中国他妈掐死一样的。不过别说，你还真他妈别惹他，惹着他妈的，人家给告了。操，下去，走，别跟这待着。 这德行，肿眼当炮了，哼！哎，你也终于有这天得干活去了吧？整天跟他们那秃驴混一块儿，那他妈爱呀滚呢，有他妈什么可爱的？啊，酸不酸？你贱货！你呢？你好不到哪去，你整天背着我打电话给你国内的老婆。 他整天在电话里说的有多爱多爱他，要把他接来英国。你以为我都不知道？你看见了？啊！我看见，我有听见，我猜都能猜出你是什么。人怎么不带你啊？你不是还得出来干活吗？对不对？他有房子有地，是吧？你有这能耐，你就不用在这说风凉话。是啊，你能耐到呀，对不对？你把那脑袋一脑袋毛都啃成布条了。
你还怕弄成泥？你这都不对，你得把它弄干净了。不就弄了吗？你没手的。行了，再少放点，脏点吧。快点！李先生。啊。你说这些葱去哪里呀？阿斯达，三 spray， Tesco， 超市呗。 天哪，这是厕所吗？今天就买多一点东西你，刚发的工资，你的钱出多一点。今天你做还我？啊？今天你做，哎，买个巧克力。当然你做了。我买个巧克力啊。你买个巧克力干嘛？3磅多哎。 3磅多，万一给那中介那女的买完是，她能给咱找个好的工作。你也学人家贿赂啊？对呀、啊。天官多。你不可以，你现在越来越狡猾了。对，要不然都不做了。东西这么贵的。哎，这个我们中国的菜78批。78批一个大白菜啊。上，哎，我们拔的出。 看一下，你看这个可能是我拔的吧，47批一掌的，那个58批一掌。哇，58批哎！哇，你没搞错啊！天哪！自己拔的穷，咱自己都买不起。哼、哦！艾青，那天拔大葱拔几箱？我一天才拔了4箱那天。 哦，4箱已经不少了。我拔6箱了。你拔6箱啊？我拔7箱。啊，你们都拔这么多？哦，还是老板拔的多。走。妈呀，大林。来，亮哥。好了。等等，等等。 3A。8899。这他妈比那鸡翅膀好吃多了。那他妈鸡翅膀刚才掉地上了。 给这。我的球就是。好像还没熟。熟了。我给买了双鞋要不要？不要了，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哎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你什么时候买个凉鞋给我啊？啊，是吗？那忘了，那忘了，对不起啊。What did he say? Nothing. Nothing. OK。切，切死萝卜。待会儿吃青椒啊。这是enormous。坐，咱俩坐。咱来。这里还有。
我可在这把话挑明了，林老板是我的男朋友，他是我男人，听清楚了吗？男人真他妈的没良心，忒贱！你要对他好吧，他们他妈的有时跟狗一样，你要是对他凶一点吧，他有时可舔你的脚趾。 我的老公在一年前跟别的女人跑了，所以我才来出国的。我感觉好像大家其实在这都不容易。我想你虽然说对我们凶凶凶，但是我想你可能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吧。这些乡里妹子啊，就是一根筋。 我先去上班了，我走了。哎妈，那个借钱又上我们家来没？这两天又过来了。嗯，怎么样，最近？怎么了？刚刚我妈家里打电话，妈说要债的又到我们家来了。要的？你的钱不是朋友借来的？ 就后悔没把当初的父母，本来想来英国，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雪夹着雪花，把。 Yesterday, Achin. Yeah.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is moment? Looking for food. I want looking for food. So, job. I don't have nothing in this moment. No, nothing for you. No, I'm sorry. I don't have nothing in this moment. All right, please. I really need a job. I have many people. They need a job also. I'm down. Sorry.
关上门，关上门。你不想挣钱多吗？现在这儿挣钱不好，我给你找份好工作。我有很多朋友在伦敦开了按摩院，他们那生意特别特别大，有好多女孩都在那儿做。怎么样？我给你介绍到那儿去，那儿挣钱多，你还债会很快的。想都没想过，想都没想过挣钱，挣钱还债啊，什么挣钱多干什么？不要了，谢谢。还没完事儿，你走什么？干嘛？最近我听说北边爬憨子的，挣钱挺多，底下有几个人也想跟我去。你要想去也行，那挣钱挺快的。要不这么的，怎么样？考虑考虑。Fish and chips is British dinner. Fish and chips is the British dinner. British 什么意思啊？ You are a very good driver.走了，哎，今儿跟这边这农场干活啊，快走，拿着吃的啊。我的衣服呢？来，走了。这包也 OK。你的电脑。Oh, it's OK, it's OK, it's OK.You're a very good driver. 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No, I can't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It's not enough. Oh. What do we do today?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picking apples. Picking apples? Yes. Oh. Yes, we've got to get them all picked today. And then we'll be having to pull the trees up because we're not going to be selling apples anymore.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茶和牛奶混在一起喝。我的情不移，我的爱。嗯，我的咖啡好适合你，你来吃个肉。代表我的心。轻轻。That's better. 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叫我思念到如今，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的心
police officers, open the door. Oh, shit. 警察警察来了。Don't fight me, ladies. I cuff you. I'll take one cover. Get over. And you. Come on.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怎么办呢？抓走怎么办呢？Do you speak Spanish? Come over. 你们想个办法。这想办法呢，我们走了怎么办呢？抓走。I need to explain to them that we've had complaints of overcrowding on the premises. We're also investigating illegal immigration. Do you understand?Don't let him speak English, is anyone, I think. Does anybody else speak English? Fuck. 不知道发出事出事了肯定有人在这边打架吧是吗垃圾全是人呢不知道我进去看你们别急哎呦我操这玻璃这玻璃破了玻璃打碎门开着，谁到这尿尿了？干啥？我天，你是谁弄的？青，青，家里人哪去了？阿准，小红。人家没了。我操！一个人都没有啊！有那么多人吗？一个人没有，没人答应。天哪！谁呀？是房东不？操，坏了！赶紧收拾，赶紧收拾。What the fuck's been going on here?I don't know, I just come back and work. How you live like this, I don't know. I've had the police up here this morning, showing the others have been arrested. 警察来了早上。This ain't working. Problems every week. 完了，这回完了。这他妈鬼佬真他妈坏，这回咱他妈死了。Lee, this week's rent money. I didn't work much. Well, you didn't work. We can clean the When the others come back, I want you to leave.I want you to leave. Hey, could you help me, please? I got a trouble now. You can help me. You said you gave me false document. I can't work with you anymore. You know the first document.Out of this, wrong name, everything you know. Before, I give you many presents and many money. You told me, we are friends, if you got everything, you can help me. But why now? I've got many trouble. I need money now. Could you help me, please?都去，敌人都去，你去不去吧？不去。干嘛不去？什么叫干嘛不去？嗯。那多危险呐、啊，多脏啊！那你还嫌脏？啊，嫌脏你别来英国啊！嫌脏你跑这儿来干嘛？你那萝卜不脏，找他去，啊？我跟你这么久了。不是去爬山，就是去拔葱，去鸭场。
把我整天打扮的就是跟那些乡巴佬一样。你他妈就是乡巴佬，你以为你不是呢？我他妈看你最土这里边，我就看不上你现在。受够你了！你他妈爱受不受？滚蛋！我受够你了，我现在就去打落。滚！去打落。滚！快点，快滚！没地儿缺你，知道吗？快滚吧啊！拿着你这牙刷。我现在要换工作，然后老板帮我们介绍更好的工作。住的地方应该也比这边好。是，你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打这部电话吧。是，帮我叫 BB 讲电话好吗？喂 ，BB， 妈咪呀、啊。现在妈咪要去海边工作了。是啊，然后你可以到海的另外一边，然后一直叫妈咪妈咪，如果想妈咪的时候，妈咪就在对面，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是啊，快点啊。我们太多了，不要了，好不好？哎呀！把碗先刷了。天哪！什么味道？这个，几个房间？这屋里有种味儿，挺难闻的。卸床垫去吧。怎么比那边的扇子的还差劲？就这样了。怎么房间这么小的？只有两个房间吗？啊。安心，你看那边多好看，海对面就是我们家了。你不经常说你儿子在海对面吗？彩虹啊，你看那边多大的彩虹啊！是啊，刚才刚下过雨。哎，这个海才一半呢。哎，那边。
漂亮。希望真的是新的开始吧。一定是好的兆头，看到彩虹，看到彩虹了，一定是好的兆头。彩虹为什么会有彩虹呢？对啊，就是好的开始啊。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第一天来到这儿就有彩虹出现了。嗯，好像来迎接我们似的哈，应该是哈。在这里爬海，这样使劲，哎，搂着一堆多了以后，把这个塞子立起来，完了把这个大家臀子里头往回蹬，哎，往回蹬，到这里以后，有水就了，啊，已经，到了盖子，结束，就这么简单。啊，在那边，哎，你被谁拿走了？小李，啊，你说我们这样子一天哈，如果做四五袋的话，也是这么做的这么辛苦，也只是30磅而已。是啊，有啥办法呀？这边旱还少，那边刚刚我们去那边那鬼佬还不让我们搬。但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个地盘都是被他们给占了？不过像他们那样子爬多的话也快，你知道吗？起码都要快一倍耶。对啊，咱那边旱多少啊？而且我今天两只脚很痛。我也是，背也好痛。Why are you coming in? I thought many people was here. Fuck off. Fuck off you. You fuck off. Fuck off you. This is all illegal equipment. Look at him. You are don't touch. You are don't touch my dude. That's my thing. Listen, we'll have your bags off you. We're taking your bags. That's my thing. We're having your cockles. They're our cockles. Don't touch. You don't touch. You don't touch. Fuck you. Come on, Jerry.放开他，这是我们的东西。来人，放住手！放
那咋样呢？这他妈太危险了，这他妈白天不行，他们家人多啊，是不是挨打呢？是不是他们特别血，挣点钱我再挨点打不合算。要不这么着，咱以后晚上去，他们家懒呢，他晚上都上酒吧，咱晚上去，晚上咱爬山，这样可能就躲开他们了。就晚上能看见。哎，煮一些那个汤好不好？就煮那个汤喝吧。不是，就煮这个。我们爬的这个汤好不好？哎。算，快出啊！撒开！哎哎哎哎哎！操的嘞，水上来了啊！赶紧下去！这水这么快呢？我操的嘞！我的天，要命了！他妈到这儿了！哎呦我他妈的，这水！说来这么快，这他妈水快着呢。
我痛不着急啊。再往右转，左转，对，往右转，右转，往右转，去那边啊，左转。
妈咪也没得，墓地的妈咪吗？是不是？咱们墓地的妈咪呀。Thank you.